线子，表演者金鹤兰、朱鹤峰。大腕众星云集，
对，我们在其中呢，只是说两个特别不起眼的演员。哎呀，能在其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我们付出了多少？真是这个100多人都能杀出的血路，真是真棒、啊。这人要长相没长相，要绝活没绝活，纯是扯犊子的演员。最终的结果，以后来个病毒，也就如此了。道理啊，就是
可不能下课，哪一科呀？在这拜你们呀，高堂吗？不是，人家过去有讲究，人家你过去你要讲究拜谁呀？关二爷，关老爷，义气千秋。对，你各个电视剧、影视剧里边都讲这个。啊，有这样的，没错。那些那个五货仔，哦，对对对，黑社会，啊，都拜李光义。哎，他们非常流行这种。我小时候经常跟十三妹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聊起这些。不要跟十三妹聊了，啊，以后到香港的时候咱再聊啊。那个就是那个影视剧里都拜这个，也不是影视剧里，四大名著。四大名著唯一出现的每个名著里都会出现一个人物，就是关老爷。哦，都出现过。你瞧瞧，哎，你比如说《桃园三结义》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仨人，人家讲究的就是从那儿，结拜，仨人在一个桃园地方都站好了，一个上车阵，仨人都跪倒了，关二爷就摆在前边。大人开始磕头，一个头磕地去，亲兄弟一样。哎，后来民间留下谚语，广为流传呀、啊。关老爷拜关老爷，怎么讲啊？自己拜自己。不是，不都拜关老爷吗？没有，那是他，就是那个参与者。参与者。对呀、啊。来人开始拜他。没错。来人讲究，咱也一样。找一个这个关帝庙，哎，好吧，好好好，没事的，我就关帝庙拜马了，而且还讲究歃血为盟，哎，得来点这个，这有吗？有，拿个碗，另外然后都得拿把小刀啊，象征性的，人家过去牙不好，啪一咬就能咬出血来，这不行，牙没用好，啤酒瓶子都磕不开，好了，拿个小刀，万套轻轻拉上去。别多，每人来那一只 CC， 王下碗一人而进，你受得了受不了我不管啊，我喝不了。哥们感情就得这样，一掀 CC 的血再怼上酒，这晚上什么也别干了，黏黏糊糊弄一碗这个。不要说，是看人血，那你这样。你在这麦上拉着走，我插着嘴坐着。哎呀，我来一次，我得绅士习惯。动脉在哪儿？随便大腿，你拍拍拍拿骨节，啪就一拉。我都是人家这大货，这个动脉都大腿内侧。脖子也行，啪一拉拉住。彼此一生乃见交情，分房过户，妻子
什么意思呀？说咱哥俩吧，嗯，拿咱哥俩来说啊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块儿合作。哦，分道扬镳，不在一起讲笑话了。咱们谈判就学习呗。哦，我搭档了。嗯，您呢，在没我的帮助以后，您的事业是完蛋了。没有您，我就像浮萍一样了，越飘越远啊！不是，这都是草。没有我之后，您这个事业呢，步步高升。抖起来了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步登天了，哎呀，哪有人登顶峰了？你这个小客户，这你这合作就是危险，一把就抓起来了。对了，你可能吗？难道对我的帮助您事业越来越好了？好起来了。您适合走单人路线。哦，一个人的事业达到顶峰，顶呱呱了，各路专场，全国世界巡演。我不跟您合作，我干专场。个人专场，全国全世界巡演都有，我都带着人呀、啊，我得不带人啊。个人专场什么意思？一个人的专场，出门到哪儿就你一个人。哦，自己所有活都干了，我全承担了。哎，对了，德云社，德云十队队长，啊，德云十队队长，合适吗？合适。这队员有谁呀、啊？没有队员。这一个队，一队队长也是队员。哦，这是按照每个队长那范儿来的。啊，就是个人别动队，就是一个人干了，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在那别动就对了。啊，有限制住了。哎，超能力。各种那个综艺，综艺都有你。嘿，都是你的身影。法式进行时。对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突破所挤牛奶的季节。反正说你啊，就是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世界知名，外国都有我的名声。哎，外国都说这个人了不起，外国人都说好。嗯，哎呀，不仅是事业上升了，瞧瞧，钱挣的也是越来越多，有点小糟钱了。那也小糟钱嘛啊！而这个世界有这个服不服排行榜。福，不欢迎。福布斯排行榜，咱这个排行榜，哎，您呢是那个榜首之位，嘿，最有钱的就是您了。Number one， 哎，对了，就甚至来说有多少钱就没法计数哦，就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。各个城市到哪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房产第一，我都置房子买卖车。哪儿都有，到一个城市来一个，每个城市都有你自己的小三儿。什么？那个我小三儿啊？谁是小三儿啊？小三居啊，小三居室，三居有小三居住在那里啊，那不还一样吗？每个城市都有啊，就说好起来了。国外也有，到那个黄金海岸边上啊，买一个岛，嘿，我自个儿在那儿我晒太阳。太平洋啊，买个大岛自己住，厉不厉害？聊了呢，你挂挂了。这形容有钱，咱也没有过钱。是，让我吹牛我也不会吹。反正你也想吧，要有多有钱就多。把曼谷完蛋了，您也没了我，您也给弄好起来了呀？有你都没好起来啊！合作我还没了你啊！不跟你合作以后。德云社我待不下去，没有任何一个演员乐意跟我合作，先脏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不愿意跟你合作？是为什么呀？人家觉得跟朱火松合作过的演员都是垃圾，就是嫌脏。朱火松用过的包啊，好了，没跟我合作，这我自己单人都应付不了了，回到自己家乡。到了回到天津呢，找了一各大团体，人家也不录用。你都听说了，这个演员呢跟福克斯合作过，这个演员不是什么好演员，身子太脏了啊，这个身体不好，这等会儿要他弄楼了。回家吧，爱干嘛
嘛吧？这也不疼啊，也得活着呀。找工作，找那种流水线，干点手艺活吧。干了半年，也就这个养家糊口。这个有的老了就老话说得好啊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的家园。是水还是火？水火无情，人有情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下着雨还着着火，我就是表达我惨的程度。哦，事业太惨了，工作挣钱也不挣钱，然后家里着场大火，所置办的一切不值一句，全烧没了，大火全烧没了。别说你说这个物品房子了，连人都烧坏了。烧火这人怎么还能烧坏了呢？我父亲啊，重度烧伤。哎呦，这太惨了！这烧伤面积啊，全身上下高达98%。这一个人烧伤面积98%，大火来的时候他闭眼了，对吗？站着看
看灯来了。这不就是黄呀？哎，那买个摄像就行了。行，灯笼给它放好了，平时照看着方便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就这个条件下，就我们家这种情况啊，家里进贼了。怕你爸爸偷怎么了？地地下室，地下二层，挖着挖着以为挖着墓了。哎呦不，这不是法牢吗？这不是。贼，咽喉，哎，不是他们。不敢张嘴，因为什么呢？针对他这太大了，那倒不必
我临走怕您呢，说不认识。哎，不搭理我，瞧不起我，不拿我当人。哎呀，不会，孔孟之后不会办出这种事儿的。孔孟之后不会，你会。我怕您怪搭理我呀，但是还得说是您，我别再说个身份了，跟我客客气气的，一句话打破尴尬。爸爸。你们都动不了了，还是你们媳妇都人跑了？我都这么不会了，就这个时候当个爹还不让当吗？这什么称呼？这是一个，你跟我客气啊？有家有温暖，爸爸，羡慕。那意思就是你拿这话客气客气，客气客气吧。别挂挂了，对吧？咱们亲戚拉近了吧？可都是一家人了，真棒！你们都是户主啊？你怎么从现在这个地步了？是什么情况吗？我把我的情况、这些年的遭遇，我跟你们一起啊。您是心疼我的。二话不说，把手机拿出来，刷刷刷刷，给我转账，转了500万。嘿，那都是我从余额宝里给你转出来的。这可能花费套出来的呢。500万拿给我了，那这500万眼泪都不下来。哎呀，不至于的，生活有希望啊。先拿着钱呢，给父母先看病治病吧，让孩子好好上学啊。拿点钱呢，买个小点的房子，干一点小买卖。生活渐渐的好起来了，得感谢谁呀？感谢谁呀？感谢您哦，这叫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对了，还有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还得让咱好生死之交吧。嗯，比方说，还是咱哥俩，今天啊，从这儿剧场啪演完出了，晚上10点半十一点演完了，咱就往外走，咱也往外走，我们都是坐车回去，你不想坐车。你想自己溜达一会儿，哎，我要跑后回去啊！走到前面红绿灯了，红绿灯了，大远处开过来一辆48轮的大卡车，48轮的大卡车，哎，哦，大空车，跟你轻轻的碰撞了一下，也是万幸啊，擦破点皮儿，身子在这路口，脑袋跟在上海，真是。幸之中的万幸，到天津红桥还他妈崴了，得亏你的近点儿，到天津红桥到我们家了啊！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们刚开始不知道呀、啊，您一宿不回来呀、啊，我也是习惯了，不了解这个情况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转天我们得走啊！到这红桥了，到那儿看见您哪来了？哎呀，圆明园十二圣手。怎么又天衣了？你怎么又？
里的，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得认尸体啊。到那儿看看，我光有脑袋，不一定是我兄弟啊。不像啊，大哥，跟我都差不多呀，这腿也差不多。哎呀，我的肚子瞧着，我兄弟。哦，没有想到咱们你是这么认识我的。写着呢，我是朱特斯。那边写着我的名吗？洛生布阿朱，哎对，拿脑袋一接，哎拿俩竹签儿啊，牙签儿啊就好了，等您给你录好了份儿。哦，哎，糯米有这么来的？抱着你，哎，赶紧得回到上海虹桥坐飞机，哎，奔天津。到天津先给你下葬，天津给你弄好了，后事儿都给你办完了，再去你家落叶归根，直接去把老爷接受不了，我父亲有点难以接受。对了，到家里老爷好说歹说，把情况介绍一遍，当然你父亲心疼啊，确实是哗哗的往下流。老爷您也甭哭了，要哭了。虽然说贺松现在已经没了，嗯啊，他也该，嗯，但是。对呀、啊，以后我就跟您亲儿子一样，有什么大事小情的，您找我，别不好意思，您就是我的亲爸爸一般。嘿，这话说的，这我走的都那么痛快。哎呀，真是，你要能替我养父母，我真的现在就想走了。哎呀，这钱多难呐！走，就这种钱。但是我要是没了。我就给他挑起来了。哎，对对，意思一声，哎，这就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。就是说，现在不是旧社会，旧时代了，有的那个到人家里边，那个媳妇儿也避讳着点，甭瞧见了。嗯，有点不好意思。现在新时代、新社会了，不用避讳着。哦，到家里有朋友。对了，爱妻妻的不当外人。嗯，妻子不避。还有一个夫妻现子的交情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比较重要了。哦，这个来解释解释。还拿三套的好，您呢现在不是说30岁左右的一个相声演员了，那我现在是70岁高龄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我是艺术家了，艺术家了，70岁是了，终于评上这个职称了，再活就没机会了，真是啊，退休都5年了才刚评上。70岁高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而我呢是个20出头的一个青少年，哦，青少年吧，青少年，哎，可以啊，跟您呢是忘年交，哦，咱俩属于忘年交，对了，你拿我当哥哥，哎，我拿你当兄弟，没错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儿跟一个70岁老头忘年交，什么叫做忘记年龄了？对，哎，年龄的局限吧，对，咱们俩吧，忘年交，而且最重要的。您的好事是一桩连着一桩，都不给干，都来了。什么好事儿、啊？不仅您是艺术家了，在70岁高龄那一年，您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春。第一春？什么叫第一春呢、啊？找了个女朋友。哦。女孩子大学刚毕业，也是刚参加工作，20出头，就喜欢您，喜欢您的艺术，被您的人格魅力折服。哦，我70岁的时候情窦刚开。对呀，你这70年之前那70年忙事业了，幸好开了，差点过去。人家想陪你度过你的往后余生，哎，我谢谢他吧。当然你也开心呢，啊，也是俩人喜结连理，过上日子，甜蜜生活。对了，也没有说热恋了，那个阶段。直接入洞房，那也是过于早了。中间得有一个环节，什么呀？就是结婚办事。哦，神圣的领结。对了，结婚现场当天，现场来个不速之客。谁呀、啊？就是国外呀，某个地方的一个化妆公司一大老板，啊，就喜欢你，爱我。来这儿以后呢，想邀请您跟他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演出。可以呀、啊。这就直接说，这就可以，没问题，用现
周期比较长，这不是一个单场到这儿演一场就回来了啊，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，一走呢就要走十年，走十年，一个十年的演出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没这种接受，我都七十了，我在德云社住了一辈子了，咱也没说别的呀。终于没走出去了啊！走着跟外边借点演出也可以啊。走十年，然后呢，人家还是不埋汰你啊，钱给的也相当的多。哎呀，这个岁数不足钱了，但是会产生一定的费用。费用一定是有的。有费用，一年呢给你1000万美金。一年给1000万美金。对，一走就是十年，给你1堆美金。对了，到最后是我自己扛回来，还是给我打到我的农行卡里边放在你的支付宝余额宝里边。哦，咱们现在的交易方式已经走遍全球了。好，现在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来了，重点给您那么多钱，现在邀请您这个婚礼举行完了就得走，没问题，我咱去呀。不是，路上弄房子啊，弄房子关键就没了。没事儿，过些日子我让他找我就完了嘛。他过些日子，我70年都过来了，我不在乎这一两千的。老哥哥不害怕这个啊。但是啊，中间他看不了你。那样的地方嘛，这十年就这一个航班。一般飞机就十年起飞一回啊，这趟就是前面十年过完来了，这十年到这儿呢，给你带走，带回来给另一个十年了。这是电诈吧？十年没有啊？这现在就管这个啊？现在没那儿不让干了，还往那框人了，要卖器官对吗？我七十了，身上的零件都废了，别要了，可能就肾还好。你饶我一命，我给你来一个眼角膜，我给你交差出去啊！七十了啊，你的眼角膜有什么用？来角，我做完角膜那个角膜给你。我来点小事，那也没有用。那我人家都是你眼睛，您放心啊，正规的。那我过去我也不能回来了，不让回来，十年吧，来去就是十年地方。他也不能去，我也不能回，就此别过，就此别过，媳妇也住房也住不了。真是这个禽兽派的，真不知滋味。禽兽派不是这个来，哎呀，这不是时候了。嘿，就这个情况啊，那我去，这也去，去也是给钱，为什么不去呀、啊？你媳妇怎么办？媳妇让他跟家待着呗，这到场亲朋好友继续吃，吃完了折脖全都你们拿走。不是我这意思，谁帮你照看这个媳妇？我父母啊。你都七十了，你的父母已经是相片了。你是有一个秘密未曾跟你说起。什么秘密？其实我爸是美国队长，倍儿能活，学里边70年都可以死。我爸爸是死士，走走半天都没法哄他，放那屁干嘛呢？早没了，没了。你们家人没有生命的，所有的岁数都归你这身上来。你们家族第一个传入血的，那就真是。你琢磨，你七十了，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？什么样？每天生活状态也就是遛遛狗啊，喂养养花啊，出去溜达溜达玩啊，也就这个小家庭条件。身边就我一个忘年交了，你把这个媳妇儿托付给谁？你放心，那肯定是托付给狗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是咱们人类最亲近的好朋友啦。那你爱人有爱照顾他吗？谁照顾你这个老媳妇儿啊？那就是你要是这么说，前堵后截的情况下，那只能把他托付给你了。托付给我？托付给你了。我仿佛那条狗一样，托付给我，你放心吗？啊，放心。啊，放心。说的不大乐意，你放心吗？不放心吗？他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不是使
的，有那会说不会争的，我照样往我喜不清啊，我得对咱我这是一个要用脸的男人啊，多新鲜啊，都这个年龄段儿了，咱得照看着，不能别人说出闲话来。我平时聊聊他去你们那儿，我三天两头去，对面让人您去说闲话，这我干嘛来的呀？那您打算？别走。记着我们家来啊，愈发的方便了。我搬出去啊，他放到你们家，你出去。我住我父母家。你父母在哪儿住啊？对门。哦，对门，这原来是我公婆。哦，我让你媳妇先住这儿，住着方便，到了起来门对门的。好耶。当然说了，这不能说放那儿就放那儿管了就行，隔三差五也去。也得照看着点儿嘛，尤其逢年过节就该去了。哎，刚一进来了，比如赶上了五月节了。五月节，这必须得去啊。五月端午。对了，到那儿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鸡鸭鱼肉蛋汤奶糖不饮料，小吃就是苏菲欧米红薯堡，花包街街米飞，这些都得买齐。哎呦，你这是把七幺幺给端了呀！我不知道用哪个呀？哦，对吧？都给买好，放在门口，而那个。好的，东西您放门口了，您自己开门去取一下吧。我回去了啊，回见您了。你把东西给他送进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么多东西，肯定有两个大塑料袋。你让我进去？对呀、啊。那哪行啊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使的。那会说不会听的，这叫黄婆喜不休，我也不跟我这个。也是一个要左脸的男人。八月节也去。八月节嘛。到八月节了得去了。八月十五。团圆的日子呀。好日子。哎，买好东西，买的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鸡鸭鱼肉蛋汤奶，糖果饮料小食品，苏菲欧米红薯堡，花王街亭米飞，三月用得了这么多？我没经历过呀，我不懂啊，对吧？你这都买齐了。而是买点那个月饼，对吧？卖饼不是吃月饼吗？啊，对，买点月饼啊，好了。我说这嫂子，东西买好了，买月饼，团圆的日子啊，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他会回来的啊，一会儿您出门自己拿一趟吧。你管这个了？啊，送进去呀、啊，这大团圆节的团圆圆，你把它送进去呀、啊？我进去，那不行。他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。人对两张皮，反正都是使的。有那会说不会听我这叫黄婆喜不清，我得不我这。真是一个有礼义廉耻的人。哎，这不春节，春节，春节了，不是过年了吗？过年是大节日了，更得去了。到那儿了，东西该买的买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鸡鸭鱼肉蛋汤奶，糖果饮料小食品。差不多。这怎么七幺幺关门了？这个怎么还差点东西？不差了啊，不差了，东西够用的了，这就够用了。那东西用不着那么多啊，正常的买点东西，我置办点年货。年货，年货，这个老东西给你放门口了，一会儿呢，支付宝给您转了2000块钱，您想买点什么，您自己买点什么，我就回去了啊，都挺不容易。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这怎么了？年了，年不进去。有点不近乎人情了吧，灭人欲啊！大过年我得进去啊，那哪行啊？他这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使的。有那会说不会听的，叫你黄婆喜不清，我也不能管多。哎呀，这倒霉牛人，敢跟陈九福后脚跟人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白天我这一天一天的不进去，晚上一宿一宿都不出来。好家伙的，当天一看下，一看脑出血完了。这人怎么说的？哎，你比如说吧，
相亲。哦，当时还不开心一点。真是，人家走的时候就告诉他十年之后回来，开心了十年。那个赶紧找对门，忙忙忙敲门，儿子开门，开门，当当当，开门。这是一种什么？就是十年我走了啊！我对你现在这流行汉语不太了解了。这老王八是有一种美誉，跟我走前这理解还一样。一样啊，一样。但是我没说老王八，你说的老王的。哦，你这还真忙。这老王八可该回来了。哎，嗯，就这个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办呢？实话实说呗。反正他也那个岁数了，还能有几天呢？回来呀，想办法给他再弄走不就完了吗？我不能再走学了，我都80了，我这辈子光他妈说相声了，我情都开10年了，再不让我开我就关上了。你说这话对点什么话呀？咱也得想点办法，怎么样能接受这个事情啊？正说着话呢，大儿子进来了。大儿子今年9岁了。爸爸爸爸，我又考100分。别喊爸爸，哎，不能打孩子。2年级考100不赖。再喊爸爸，出人命了，知道吗？过两天再来老头啊，胖嘟嘟的，腰粗腿短，大病圆脸，长得跟个猪站起来似的。老头叫爸爸，说错话撕了你的嘴，多狠！学习去吧，啊，考得不错，爸爸一会儿带你吃麦当劳。哎，去吧。这会儿交代完了，等着您吧。没过几天，您可回国了，开着汽车到这个机场接您，带着您呢，找一个大人饭店接风洗尘。太好了，坐在主位，嗯，我跟你媳妇都得坐在两边，孩子也得并您坐好了，期间说话聊天。感谢我，感谢您，没有我这些帮助，您的日子能越来越好吗？真是啊！说到这儿，我这样的朋友得交吧？得交啊！得交啊！交啊！交！交啊！交！交你奶奶个蛋卷冰淇淋！啥玩意儿啊？这是？我问你，我一走多少年？多少年？我中间回来过吗？没有。我媳妇找过我吗？去，我们俩没见过面，对吗？对。咱俩还。祖村，告诉我祖村。80了，到时候你肯定比我多了啊！不是你管那干嘛？人都活，你还有几下子？我要告诉我孩子是哪来的？还不是9岁啊？你们是考100的孩子，肯定不是我的基因。我1年级就不及格了。那孩子还哪来的？哪来的呀？你还是个人吗？我真是不想，我想捅瞎你的双眼。打我！我想打死你！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打我！我能不能对你好这样一回？我请宋总出差。要不要？姓苏的，拿我当人吗？我一切为了你，打我，骂我。我走了，你跟你那你。
你多大走的？我七十走的呀。七十走的，哎呀，走多少年？十年啊。十年啊。不让回来呀、啊？媳妇让去，不让去呀、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你就走了啊？回来不来？八十了，八十了。对呀、啊，再回来我怕你没有生育能力，走的时候也没有了。是，当天要有，要有的话能七十才能。哎呀，这宠物三宝贝，这还哎呀是你。我的意思说，哎、你走了十年，你回来了，你有钱了。对呀、啊，才七你来不起。但是我年轻啊，你走时我才二十多岁，嗯，对吧？回来三十多岁，对对对，我这些年我很努力，我有俩孩子，我把这俩孩子都过继给你了，是让他们把你叫爸爸，给你养老送终，我怎么了？是是是，教导我过如不过如此，打我、哎，打我这么多下，哎呦，真是啊，猪猪不做人了，猪猪，哎。拿我当人了吗？好难过呀！你当时咱们哥们儿，咱们朋友，哎，一塌糊涂的事情啊，还跟我动脉血！哎呦，真是挺大过头了！拜托关老爷，啊，我这时间容易吗？确实是。为了照看你这个媳妇儿，我这时间我连个对象我都不敢找，我容易吗？您先等会儿吧。对象没找，这孩子谁生的呀？你媳妇儿生的呀！我去你的吧！好的，谢谢两位。